差不多。等一下我要帮他们按，你看小时候就想说我要帮他们按的意思吗？还在照相啊？那坎顶的英文好像肯定的英文。肯定的英文是什么？跟着我来。那肯定英文是 KENTING 啊，那是 KANDING、哦、是 T 跟 D， 然后还有 A 跟 E。历史券，券是什么？那是券好像打一个怪，那券是 T R A N， 挨个二连起来了。就说站着吧。来，过来这边站着就好。哎，过来摸着，摸着，不要站着，摸着，摸着就好了。我姐刚好会站着。哎，对，你看那个树那么漂亮。你看那个树那么漂亮。而且下面的草地都是来一只龙，里面有个龙的。对耶，那个是鱼吧？别放着拍、哦。对，那个是鱼，非常漂亮的那个树，那个小树剪得那么漂亮。等一下，我再看。阿小板，你把它上飞机的地方走。嗯哦，好痛！这把手变那么痛。你要不要放旁边？这边有地方放。没有关系，我可以背在前面。好物尽其用。是谁的？你看，看，看，换一个奇怪的。那你在哪里呀？不要嘴打开就没事了。帮我看一下手机。我怕他待会加速的时候，因为他加速有点大力，没有在看信号，没有说那个信号，他一动一下就会大。他是拿了延长开始的时间，也不是抱怨。关闭了。往这边拿起来，站这样。哇，那边还有，看那个树都剪得那么漂亮，你看。可以拆完，现在大概三分，快三分钟。不知道哎，只是在看新闻，说那个有人嫌那个看的时间太短。是不知道哪些写的。好爆炸。下一站甘蔗。我们变快了，为什么？时速40，因为它的威力有那么大。哦，我们在爬山了。我们在爬山了。我觉得手还是。哇！太快了吧！我觉得都已经没这感觉。我夸张了，这很斜，这很斜，站着坐着看跟坐着不一样。看来都变快下，变得哇，这么多房子，哇，有手这么多房子，应该有手这样子。我不想这么斜的加速都没有，再给我孩子玩玩，干嘛？没关系，到时候还有下坡。哇，再看下坡要下坡，对，它到价位。那下坡应该就是。哇，好多房子哦！就是你说什么淡水其实从下一站之后就是平面了，所以就会下去，就会很辛苦。这个国安波的对吗？没有爆炸。哇，好多哦！太爆炸。我们要加深吗？没有，我们要继续走。他已经到了，他已经爆完站了。第一个站了，这个什么站？甘岭站。甘岭站。甘岭站。上车，爸爸牌。
单身没在，这个弄低呀，对，他们故意不要让那个上当上嘛，就是要然后第一个后面再摇上，所以真的困难。等等，你没有看到那边啊？那你看，刚才你都没看到，一零二二，我有啊，你要看。早都看到了。那这个时间还错了，他们写说10:29，反正时间还错了。他是玩两个小时，现在玩三个小时。1:40。你要不要搬来这里住？这里就跟你家那里差不多偏僻。后面更偏僻，后面更偏僻。未开发区。那个过那个摩纳哥之后就变很偏僻。走到那个加油站啊，这边。这边中埃及，我是公车站。这里有公车吗？有啊，下面有。3:08，你就在狂飙了。哎，为什么根本看到印尼一大楼呢？印尼一大楼，印尼一大楼在很远的地方，看不到。不同路的啦，无同条路啦。它不是印尼一大楼更高，比山上还要高吗？它无同条路啊。啊，咱不是要去遐，无同路。哎呀，上面是车子的路。对呀、啊。上面是高速公路吧？是高速公路吧？啊，不是，是一个。啊，这里有一个站的，淡金邓。淡金邓。哦，这是那个。淡金邓。你看他的帽子那么多个叠起来。我早就看到了。为什么你们家最后让我看到之前，你们都才讲？他是说下消按钮。这个玻璃啊，没有是这样的，再这样，然后按，然后再这样。哎呦。是啊，坏掉，他没有要动。应该是那个坏掉了，不知道怎么样。换单了，那哪几家搬家的时候已经来过好？就你们现在要去检测一下，觉得不知道我声音有点奇怪。对啊，刚刚那个做那个剪片麻烦嘛，而且我是用的不是那种高级的设备，高级的那个剪片。那你为什么不说做一个？那我最近要办几个那种支付账号订阅了嘛？我已经决定把跟他建立出发牌一样，开这个账号。我还分第一开账号跟第二开账号的时候，然后呢，第一开的是0000开始开到第一次级，第二是从15，我开到15，第二从15开始。练习开车练习。就跟建立账号牌一样。那种教练车场，教练场还有010，然后号码是010，什么 IN98，属于教练车场，下面是其他欧威，淡金路啊。我现在不是在跑步。哎，那个他是 BTRAL， 我以为他是 IN20 连在一起。没有，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这边又有建筑物嘞！现在下雨了。对呀、啊，就下雨。现在起雨。现在又干了。啊，他有了！又有什么？啊，对，这里抱着小孩，猫咪抱着小孩，也不要手机了，你要不够？猫咪抱着小孩睡觉，对，小孩抱着什么？抱着猫咪的毛线球，对呀、啊。哇，地板看起来好湿哦。那比如说那个黑色的茧，那你猜毛线球抱的是什么？所以车上会漏水，应该是。啊，对了，那你猜小孩抱的是什么？毛线球。答错，小孩抱的是
猫咪的毛线条。坏掉了，但是那个都直接都是剧情下一站，它上面写的都是下一站坐谁写看定，每个下一站都看。他那边写看定，然后这一台就是坏掉了，会坏掉了，两百公的人。这里可以被抄，一百去的 UAV 又坏掉了。下一站淡金北西，200公分的拉到的。淡金北西，看得懂 UAV 啊？我也看得懂，不要跟我讲了，要拍。安排一个刮胡北头子，哦，那下坡下坡帮我扶一下。哎呀，他没歪啊，看他到现在都没有倒哎、欸。豪华度假饭店。拉拉货，他就换新的，谢谢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毛毛虫，毛毛虫，头盔虫哎。蓝鸟乌龟，乌龟虫坐在上面那个就是你。那个镜面真的有反射哎、欸，看那个，它应该是往直的拍啊，但是它拍到是那个，因为它那个头，在那个，那时候这个小孩在折蝴蝶，会有那个折射的。那你要给你做，它往前拍，一般应该是要拍到那个玻璃，但是它拍到是那个毛毛虫。那底下单车了，得塞车。那你赶快冲过去，赶快冲上来，下吧。要。来不及就算了，就在这边吧。拜拜，当毛毛虫，拜拜。那下一次就要下车了。下车，你讲五啊，是你哦。七七七哦。应该还在。你不要穿外套，因为下雨。对呀、啊。这里在面下去，这里在前面行，不能掉的。到下。到了。没有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特别慢。老子就是，老子就是说的，现在跟妈妈看这种老老模型，不行，第一天。我点他这边。对啊，可是看这个画面，他可能要调白区。新市一路，对，新市一路，因为它是前一点。看网上面，老鹰，哇，老鹰哎、欸，老鹰呢、欸？老鹰，你看，老鹰呢？嗯，哎，都还没工资。我刚才想那个字念什么？啊，诈钱啊！还没来，就来刮我，开枪射击。为了查那个东西，还特别查那个东西叫什么？因为那个东西叫纯射击。它有205公尺。因为他刚刚写的，下一站还有200公里。不要问我，我也是第一次这样，不要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刚刚应该早点去抢座位。没错吧？感觉坐老子坐这边啊。因为以前后面门都同时卡，也有人坐那个那个。因为你为了要卡那个高位置，那高位置那个坐到麦当劳里的，应该我不应该这卡这个门。行驶一路，是的，他那边是行驶一路。哎呦，是，哇，这么多人在等我们，你看，上面，你看，下一站就要下车了。是有一个人在玩滑板，然后小白兔坐在一起，然后点好多帽子，然后另外一个帽子上有一个小白兔，对，他的帽子怎么那么高？以后啊，他要说，哈哈，我是，那些人在等天回来、啊。你车站旁边就是下一站的那个新市一站一路了、啊，那些人在等天回来，所以他们都在闭上眼睛睡觉，结果都来不及了。哇、哦，你要他妈三只鞠躬，帽子好长哦，三只鞠躬。以后，可不可以移动从这上面跳下去、啊？对，我们要下车了。行政中心，潘水地区黄伟杰做。我们要再上车。我那好快哦，扶一下我。
要转弯喽。它转弯不是二十公里，那走路，那走路怎么样？那都没在练吧？练吧。你看你，不要了，就过去我们的不认识啊。对啊。下播那个。对啊。我要去老师做功课出来，这个不知道当谁的。快点来，快点来！哦，你说叫我腿开一点、啊。你我腿不是要去，他们最近吃饭啊，我并不是要去。下车等我吃饭的，肯定吃饭出来再进去。放心，我那边有那个背包挡住，你碰不到的。不用了，我也不用出来，快点点。就剩下三瓶了。现在要的加，那得要的多。对呀，加高粱会加的比你快点加，快点加的，快点加的。一波九台，奇怪，那讲是没有讲错。嗯，年纪大了，这还没被换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喜欢看《说一的电影》，还有《超人》电影。我喜欢，我喜欢看超人的。我喜欢看超人的。不过他快被他加了。啊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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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边直接跨过去哈。啊，其他人是要打算要直接做，我还在抓红树林，没有打算下车的。对吧？进不来了。他们感觉没有打算要下车的意思。就然后你进，最后要进里边。我只是我要继续做，只是为了体验它的平面道路的时候。哦，都这样进不来了。有时候还要等红绿灯。你取了阿兰进来。然后他不会用那个智慧的那个感应。我们感应到他轻轨下去的时候，路面就好顺了。反正楼梯都不一样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没这么先进。那不没有，但是他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啊，他们就是没有安装那个东西啊，是在他被一堆人骂。等下班车。他现在的科技做得到这些啊，但他们不做啊。每一班车都可以，你永远都上不了车。没有才三星半夜是知道，还可以配个压力。我要服了。不要下播。我们下车就有三波雨啊。我在拍片讲话的声音跟 这时候声音完全不一样。好，大家好，是这样讲话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拍片的时候都会变这种声音。我在直播的时候讲话也是这样讲。然后你声音会变平面的，然后我声音变很平。哦，那加平面的很平。啊，那被广西啊，大家停红绿灯，他就没接着，人家停着。红灯啊，他是红灯，哇，那平面啊，你晒一下就憋了，晒憋了。他是有司机在开、欸，有啊，那个风车专用，那平面开，不好意思，他这行驶车，嗯，对啊，红灯我比较，我要去上班嘞，滨海义山。哎、欸，开门是另外一边开耶、欸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子，要问我，我不是设计的，要问。就跟火车一样，有时候开这边，有时候开那边。不是，一般一般也是很了解火车嘛。现在外面在下大雨。有吗？我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，我看得出来地上的。哎，地上有那个雨滴耶。那雨滴在弹。神奇，你后边，你后边多一，后边多一，啊，出来话有富华街，呀，掉到个富华街，啊，富华街。那下一站的站牌好长哦，我看不懂。现在富华街站，啊，你到多少页嘛？到多少页？172啊，富华街172啊，啊，
听到多少遍啊？这样子，听到多少遍？三，三，来，来，然后这边都满了，对不对？病态。政府说这条路是滨海路，是吧？这条路是滨海路啊。那是滨海路。要等红灯。到是现在。哎，到了。是滨海沙轮。滨海沙轮。你看，就是滨海路跟沙轮路的交通。对啊，就跟忠孝新生一样，忠孝不用跟我解释，因为我也知道，之前就讲过，我跟。有吗？我讲过吗？真有讲过啊！所以最容易讲这些废话。干不好。不是你讲的话，都网络上面都查得到。在这是什么？蛋挞形式正在的。我看你上面的那个。嗯。啊，所以他们要怎么出去？是直接从马路出去？这里都已经是马路了，不然他们要从哪里出去啊？他们不是会不会有一个做一个架高，跟那个淡水一样？嗯，做一个架高的地方，让人家出去，应该是没有，是直接走在马路中间出去。对啊，就跟那个什么，有些台北市不是那个公车在那路中间吗？道理是一样的。你这样讲不通。啊？你这样一讲我就懂了。没有，只是亲身经历过，因为去台北当真的是最不习惯的地方，就是在马路中间等。你知道这种要换到对面的时候要等，要过去要先等一个红绿灯，又要再等一个红，要等三个红绿灯嘞，丢脸！你知道这样快要跌倒，还要转弯。你知道这种公车要过马路要等三个红绿灯，超烦的。这个转弯有点不懂弯的，哎呦，转弯觉得不懂弯的，真的很像。我们这条路就是很偏僻的，一直背着摇。看这边都是新房子，然后没有什么人要住的感觉。对的。邓在家的。这让我想到那个有一部《我的未来男友》，他也是来这边拍啊，超偏僻的。那边好像有一个，这边好像有一个博物馆的感觉。是他们拍的。你有看那一部吗？我的未来男友。那部好像叫什么？那个张轩瑞跟陈雨希。那个十集而已，那电视有播，你可以搜寻。奇怪，他有来这边拍。讲平面，超级无语。为什么会这么了解？因为我有看啊。还要等红灯呢。我觉得等一下我拍到手机容量不足了。走路变得就是这样。给他们看一下这红灯哦。我还给你，我是真的很贴心。给他们看为什么要停的，因为他们现在是红灯，看我好。好贴心哦！哎，他们红灯了，我们绿灯了。他这是自排，这车是自排还是手排？应该是自排吧。这个车子啊，自排还是手排？怎么会知道？应该是自排啦。自排跟手排是什么东西？我都不知道。自排就是车子不用打挡啊，手排就是车子要那个司机要自己打挡啊。用机话。手排要踩离合器。他在讲什么？手排，你有没有看公车司机在打挡？这个就是打挡啊，他握手腕握这个就打挡啊，然后他脚还要踩个离合器。民国七十年代，曾经十大建设。所以像低力版公车，除了橘那不是橘柏油，那个大鸟油以外的都是手牌啊，这都是自牌啊。十大建设啊，西藏东坡平台，淡海新市站站，好偏僻哦，连公车站牌都没有。哎，有了，没有公车站牌。你脚会不会酸了、啊？
昨天有拍一个动作，自己截图，他就因为那个，他就说那个，因为那个官方要送嘛，就是有跟你一样这么无聊的，这叫做 YouTuber 我懂，实况主，因为没办法，长出状况现在，要搞等级模糊啊。因为现在正在下雨，他那个滴水很严重，看一个多小时，看那个滴水在下雨，看那个从那个墙壁滴水。你要不要看一下你后面？上面行政调度，看这个滴水真好，烧都。奥总，烧很久，他现在干嘛不动？有人在上下车。啊！我看明明路边的车都在开呀、啊。我手上一卡在这里面，这个小啊，我的手先把手机拿着卡插一个。反正请站务人员来帮忙。这种手卡住了，手卡住了。邓人爱睡觉。然后全部人还要。邓我第二睡觉。人上来帮你过去帮。他这都是睡鬼吗？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凹痕，但是要睡一个小时。前面真的红绿灯。各位旅客请注意，各位旅客请注意。列车将重新启动，请勿倚靠车门，并注意自身安全。感谢您的配合。这是车坏掉，这是车子有问题。烧了，车子好烂，车子好烂。火车。我刚好看那个什么台湾车体，跟那个火车一样，有一个写台湾车。可以去看那个粉丝。然后它是台湾车体啊。但外面肯定又没下雨，雨停了。这么偏僻地方有 U 盘歌，连那个什么北港国小都有。你知不知道五指山是什么？五指山它上去有一边可以通金山，有一边通那个阳明山的。那就旁那边就有一个五那个什么。北港国小啊，我外公家在那边啊，所以我有次骑脚踏车从那个细河，我都在骑超长一段距离才骑进去。你知道我昨天做了一个很聪明的事吗？我从那个爱买骑回家，我就是那时候就预估21三重的爱买，然后我就预估21分钟可以骑到我家的那个五百站，就打开来看，真的21分钟哎，超强！我就把随便想到21分钟，然后就到那边刚好21分钟，一分不差。因为我就说18分，我就预估21分到，然后下然后回去看就39分。淡水市立第一公路，家乐福是那一间吗？应该不是。你的作业啊，淡水市立第一公路，潭顶站，啊，到那个终点站我要关闭录影。罗景点的别墅，是摩罗街，你也上厕所啊？不上厕所，人很多上厕所啊。这不厕所，厕所呢？淡水区行政中心的淡水区。他们好像有说厕所，淡水行政中心厕所。下午。到了。终点站到了。终点站。充电了。